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我们把焦点现在放在这个位凯米台风对台湾造成的风暴，也注意到台湾政治上的风暴之后，现在环太平洋军演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因为在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里面，没有想到集成战舰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而这个集成战舰是对中国极大的威吓。过去我们知道战舰没有那么好集成，战舰你要狂轰滥炸，你要有非常多的炸弹、非常多的飞弹，你才可能伤害到这个战舰。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告诉我们，就算是一个40,000公吨的这个战舰，没有想到它用 B2 轰炸机可以做精准打击，而且用 B2 轰炸机，我只要一枚炸弹，我就可以对你造成重大伤害。没错，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环太军演进行到最后阶段，要炸沉这个军舰。宝杰，这次呢，美国的设计是说，我们要炸毁两艘军舰。两艘军舰来说的话，一艘是这个所谓两栖的这个登陆舰，它大概是2,000公吨级的；另外一艘是40,000公吨级的两栖攻击舰。它这个目标当然是模拟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嘛。好，他们要炸，宝杰，你又要炸毁这个作为航空母舰，或是炸毁这么重的这么多吨级的这个船，很容易吗？不容易吗？其实很难。宝杰，上我们讲2018年的时候，他们要当时要炸成所谓拉辛号，你要用什么？日本自卫队发了这个124的这个暗式的反舰飞弹，澳洲用了 AGM-84，一大堆，还有美国洛杉矶级的这个攻击核潜艇这样攻击，最后呢才能够把它炸沉。对，那你知道事实上这一次呢，当然炸沉第一艘的时候是这个很轻松，但是这一次比较重点是炸沉第二艘，也就是40,000吨级。你想40,000吨级太难了吧？你看过去一段时间40,000吨级都是要狂轰滥炸的，炸到最后之后，从鱼雷这样发出去之后，真的击中它龙骨，让它整个沉下去。但是这次呢，美国展示了一个特别的新武器，它用什么？它最后一发是用这个 B2 轰炸机。B2 轰炸机之后，它发一个叫 Quick Sink 的这个炸弹出去之后呢，噗嘣打中它的龙骨之后，它就挂掉了。一发命中。对，因为什么？以前真正命中它让它完蛋的是从潜艇发射 ，MK48不是，这次是从这个飞机发射 B2 轰炸机下去，这是告诉你什么？宝姐，过去你要能够毁掉中国的航空母舰的话，你真的一定要潜水艇在下面打出这个鱼雷。但是你打出鱼雷的同时呢，我就知道你在哪里发射，所以我也可以攻击你的航空母舰。这样的话，其实航空母舰的作为潜艇的作战范围，或是更容易被你发现。但是呢，B2 轰炸机，宝姐，它从空中丢过来，对，而且它是隐形战机。它丢过来的时候，它更是完全让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然后它来了，丢了一发下去 ，quick sink 你就完蛋了。所以这告诉你什么？美国这一次测试这个是在跟中国讲哦，你不要以为你的航空母舰很厉害哦，我或者你的反潜能力再厉害的话，我只要这个 B2 轰炸机又飞出去，你就准备要挂掉了。而且这个对中国来讲太刻意了吧？如果中国要夺取台湾，它必须要两个，第一个我一定要有登陆舰，第二个我要有两栖攻击舰。两栖攻击舰刚刚讲就40,000公吨，我们今天的这个登陆舰就是2,700吨。你这两艘为了要在台海最重要的，我就炸给你看。一艘刚刚讲的，我12式飞弹，这些飞弹我就有足以把你给击沉。现在更可怕的是，本来以为说 B2 轰炸机这应该是个大规模的轰炸，一个面的轰炸，没有想到它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精准打击，它可以针对一艘的两栖攻击舰精准的命中，而且经过这个狂轰滥炸之后，我只要一枚就可以把你的龙骨打断，而且打断之后，宝姐，那打断之后，他们没多久之后，两艘都已经沉到1500英尺以下的地上，就是一艘你真的就完全挂掉，不是在上面，哎呀，经过好久，它就直接就沉下去，直接沉下去。最重要的是让这个美国发射这个所谓的，当然就是针对你中国而来嘛。好，所以说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对中国威吓最大的是就是这个集成战舰的表演，没错，就是这个 B2 轰炸机呢搭载这个所谓 Quick Sink 的这个飞弹呢吓你中国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因为今年的环太军演是相当庞大，宝杰，看他们美国公布了非常多照片，这照片里面来说的话，这个领衔在中间的是卡尔文森号。那卡尔文森号里面来说，你看 F-35 的飞机啦、预警机什么都搭载在上面，旁边呢有轰轰烈烈，这个非常多各国的这个旗子的这个军舰全部在这上面，各国都有。对，那这里面来说，今年有29个国家，然后40个水面舰、3艘潜艇、14支陆面的部队，还有150架飞机，他这次展示给你看，对，就是这样子，你看全部这样子。针对你谁而来？针对你中国而来的，而且各国战舰都有排在一起这样。你看这个，我们很少看到这40艘的这个军舰一起的这个状况。那你看卡尔文森号的舰长就说，这40艘军舰聚集在一起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做一个作战的这个联系，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哎，你在海上有40艘，那是一个非常大范围，对，而且你可能有彼此干扰，是这些的问题竟然都被克服了。对，这表示什么？我们有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互相联系。那你看，他们这次先炸这个杜比克，哈，杜比克就是比较小的2000多吨的，你看他们用阿帕奇发射这个地狱火啦，然后124飞弹这样炸炸炸就把它炸成了。所以这样，美国还有这些同盟国真的在测试这个。当然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塔拉瓦号，因为我们刚才讲40000吨的塔拉瓦号，塔拉瓦号你看这么大的一艘军舰，40000吨的这个军舰，你要说真的集成它是很难。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狂轰滥炸，炸到最后好不容易才能把它集成，但这次不一样。因为塔拉瓦号来说的话，它就是模拟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类似的这个方式，因为它有它能够起降战机、直升机，然后还有搭载所谓两栖的这个登陆艇，然后进行兵力啦，还有物资运输，还有医疗通用的相关的状况，所以等于是一个多功能的平台。对，就中国解放军可能也会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往前输送军力，我后勤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所谓医疗站这样的状况。那美国这次就这样，好，美国就这一次开始用所谓的 Quicksync 出来，他要试验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 Quicksync 集成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塔拉瓦号的这个状况。我们刚才讲的，在2018年的时候，你要把一个所谓的驱逐舰对给集成。你最后只能够 MK48， 你用海底的力量打断它的龙骨，就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先试验了一个用 F18 大黄蜂战机，用一个反舰导弹，对，用反舰导弹我就可以阻吓你，我已经对你造成极大的伤害。没有想到 B2 轰炸机马上又刚才讲的用 Quicksync 这个实验性的武器一击，它真的就沉下去了。对，应该这样说啦，这个 F18 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的时候，它在攻击你可能让你没有办法有相关的这个反击的能力之后，我再用这个所谓 Quicksync 来把它集成，所以这个步骤就是这样子。那当然美国就是这就是所谓的 Quicksync 这个快速集成飞弹，你还可以搭载这个 B2 轰炸机上面。那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呢，它可以有这个 GPS 的这个导弹这个导引来说的话，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命中这个目标。所以也就是说，我只要这个空对地的这个 GPS 导引，透过 B2 这个轰炸机发射出去之后，我可以开始慢慢的接近这个攻击的目标之后，然后就把它击中的这个状况。所以宝杰，那未来就变成什么？我 F-35 也可以载。对，那目前为止美国是这样 ，F-35、F-15 都可以搭所谓的 Quicksync， 也就是说这一次用 B2 来测试。但是未来他们的设想里面来说的话 ，F-35、F-15 都可以搭载，甚至你看美国也曾经用 F-15 搭载 Quicksync 哦，打烧一艘所谓的货轮的这个龙骨，所以等于是说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式，对，它可以快速，而且可以类似鱼雷这样的方式把你集成，所以这就是 Quicksync 的真正的效果。对，精准的命令到中央，精准的把龙骨给打掉。对，然后你再大的船就沉下去了。对，没错。所以这美国就开发这个成本来说，我就讲比潜艇的这个威力更加强大，而且成本比较低，而且另外一方面来说是威胁的范围更加广。你看，不止 B2， F35 跟 F15 都可以搭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中国的这个大型的船只可能面临到前所未见的威胁。而且你刚刚讲说，刚刚那个货轮一枚就 Quicksync 就把它给打掉，对，那不是动画，那不是想象，是那是真实发生的，只是美国不想透露我真正的这个参数，对，所以我用动画来表示。对，美国是用 F15 搭载这个 Quicksync 把它集成的。好，另外一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美国还有另外一个飞弹，就是 LRASM 这个飞弹。LRASM 的飞弹呢，这次是用 F18 它搭载，他们这个叫做远程反舰的这个导弹，好，它也是来这个集成这次的塔拉瓦号。哦，不过它塔拉瓦它这个是要做什么呢？宝姐，这个其实呢，未来美国也是可以搭载这个所谓反舰飞弹，搭载在各个平台上面，它可以在 F15、F35来说，它可以在各式各样的飞机上面来说，有陆射版、空射版都有。好，那它到底要做什么呢？所谓 AGM-15C 的这个 158C 的这个反舰飞弹，那要做什么呢？宝姐，未来你可以从不同平台上面发射出去。发射出去之后，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有4枚飞弹从不同平台发射出来的这个 LRASM， 然后往前进的时候，保全他们4个同时会互相连接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往前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现阶段会有非常多阻断你的这个所谓你的电站侦测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没办法接收到 GPS， 它可以彼此连通，你就没办法接收到 GPS 这些相关的数据。好，没关系，它里面有自动的侦测，它可以打开它自己的雷达系统，然后同时这4个在互相的串联，这样最后4个目标都能够精准的击中它我要打的这个目标。这么厉害？对，而且那
他们还可以这样，他们还可以中途的时候呢，还可以转换这个目标，还可以说，哎、欸，哪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可以用这样的巡，所以等于是有点类似这个自动攻击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军这次测试了非常多武器，意在什么？意在都是要对中国说，哎、欸，你不要小心哦，我是准备了很多武器来，如果真的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怕你的。而且美国在这次环太平洋军演里面也非常故意，他不但用了三艘的潜艇，而且公开这个核潜艇，对我怎么样在关岛补充我的弹药？没错，实际上这一次呢还公开什么？这个是啊，这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号，哎、欸，他在这个关岛。那关岛的时候，你看他还故意泄露画面给你看哦，他在泄露画面在做什么？宝姐，他在装卸所谓战斧飞弹，这样呀一颗一颗把它装进去，垂直发射孔，我把它装进去装进去。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在那边增补啊，我在那边增补，说我可能也有参与这一次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传言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山东号他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在这个附近在做一些所谓相关的演练。那我在这个地方来说，我也是相当对你进行一个所谓示威恫吓的意味非常非常浓厚。宇轩，我们现在看这画面，这个谁发布的？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干嘛发布？他说：“哎，美国很故意，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在北极海枪支嘛开始合作，我要巡航。巡航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国军机，然后一直逼近，一直逼近，然后盯着，结果我就发现中国、俄罗斯、美国三国的飞机在北极海上面，哎，北极圈上面。”互相对视着。当然，宝德哥，因为我们是他讲这个事发的地点是距离美国阿拉斯加，也是美国本土大概200里左右的位置。你想说奇怪，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的战机同时发生飞在这边？这个才是最怪异的地方嘛、啊！因为你怎么会同时靠近美国领土？所以第一接近北美，对，第一代表什么事情？代表绝对不是从中国起飞的，因为中国起飞，美国早就已经侦测到你了嘛，飞不了那么远。对，所以大家就想说，那第二种可能喽，所以代表中国跟俄罗斯竟然进行了军事上的联合演习，而且联盟在一起。所以显然这两架，包括不管是我们讲中国的这种轰六战斗轰炸机，甚至俄罗斯的土轰炸机，都是从哪里起飞的？从俄罗斯起飞，这才是重点嘛。所以代表说，中国先跑到俄罗斯，从俄罗斯后两个人呢在一起携手做坏事，跑到美国家门口损损哎。所以各位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等于就是说呢，他们还没有靠近实质上美国真正的领空的时候，只是靠近大概200里左右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谁来了？美国来了 ，F-35 来了 ，F-22 来了，就连加拿大也来联合协防。他们讲的 CF-18， 通通跑在这边说：“哎、欸，我你赶紧跨掉掉，你别搞啊，轻举妄动哦。”所以你仔细看这个奥斯汀讲说什么？说：“哎呀，我们讲他就是被我们透过所谓的 F-16， 还有加拿大的 CF-18， 通通拦截下来。我们连他的型号都知道。跟你讲，一家是图95，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轰六，我们掌握的一清二楚嘛。但各位，你知道这个可怕在哪里吗？所以刚刚讲的俄罗斯就吓坏了，俄罗斯马上公布这个画面说你在威胁我们。对，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要讲一件事情，我也有看到你啦。哦，这两边当然不能示弱嘛。俄罗斯总不可能说我们觉得好怕怕，当然不是这样子。但你仔细听到奥斯汀他们多么趾高气扬在讲说什么？他说：“我跟你讲，不意外。什么叫不意外？他说呢，这些飞机啊，他只差没讲说什么从。”一开始追踪拦截，我们都全程都在处于监视状态。所以宝德哥，请问一下，美国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飞出来的？他都知道。他搞不好从你在机场的时候，你在有动作的时候，连中国降落在俄罗斯机场，他都全程掌握到一清二楚嘛？难怪奥斯汀敢讲说，中俄的任何军机从任何方向进到了美国领空，我一定第一时间就把你拦截掉了。对，但是你各位，你有出现一个问题，不是啊？中国没事，你飞去阿拉斯加干嘛？对啊，这跟全球暖化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讲，全球暖化之后造成北极会产生什么状况？原本过去的永冻港变成全部都融化，所以北极变成所谓的航空领地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像我们刚才看到了，俄罗斯它所出发的这个机场，绝对是未来最北。边的嘛，那以前这个机场它能一年我们讲的365天都使用吗？不行，它一定会有结冻的时候。但现在显然，如果365天启动的话，整个北极航道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争夺地嘛。所以美国是也加紧了重兵，就在这边防守，包括跟加拿大协防。各位，加拿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代表说就连在靠近北部的地区，因为美国以北真正最北的地方是加拿大为主，所以你仔细看到他们这一次所针锋相对的地点，一个叫这个叫楚科奇亚，一个叫白令海。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两个区域的空域上进行去缠斗。但是各位，未来美国会有更强而有力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别忘了还有 NATO
北约嘛。啊、各位想想看，当美国不只是可以从这个美国我们讲的说我们的本土或者是加拿大来进行协防，如果进一步的，因为他们现在跟芬兰正在签订一个所谓的双边的这种合作战争的合作协定，对，那芬兰他要干嘛？芬兰要跟 F 那个买一堆 F-35A 这个闪电型号的。但与此同时呢，他作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跟你买这个所谓的 F-35A， 但同时我是不是要有所谓的机棚、维保、后勤设备？美国唯一提出来的条件是好，那你的芬兰的机场要通通为我所用。你仔细看，如果美国在芬兰可以飞的话，等于说它可以掌握整个将近所有北极圈的空域，全部都可以由它先发制人，通通在它的掌握之中嘛。所以各位你就知道，未来的整个我们讲的不只是只在乌俄，连北极圈都会形成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战场。你现在在影片上看到，现在美国 F-35 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飞行员都是最强的。你现在看到这个女孩子，她的爸妈都是飞行员。他的飞行技术也太可怕了吧？对，马来哥，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这个飞行员是女生的，已经算是非常特别了。而且你看到他在上登机之前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站了立八挺直，然后跟那地勤人员呢做敬礼，就地勤人员回敬他，就爬上去之后，他身形算很娇小，但你看他爬那个楼梯哦，基本上来讲哦，这算是我们讲的。虽然说手脚很利落，但是比较起来你就知道说，哦，他整个很娇小一只哦，但是非常利落，完全没有任何的我们讲延迟动作。而且进去之后，各位他做什么动作？他直接做 S 型的劈叉向下，也就是 S 型的翻滚。所以你仔细看哦，当他的飞机整个跃上云端的时候，整台 F-35 是不是一直在喷射那个所谓的白烟？他做什么动作？侧翻，他做了两个，先左侧翻。哦，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女飞行员左侧翻完之后呢，再右侧翻，右侧翻的时候呢，再来做一个俯仰的动作，就是各位有没有？你看她整个完全颠倒喽，等于说她的天在她的脚下，然后地呢在她的天上，然后再马上转一圈再回来，这都是非常高难度。你看，说转就转，宝力哥这居力非常强、欸，这样我就吐了。对，而且他很快速度就已经超音速了。对，而且他超音速之后，他开始大量的做这些连续型的特技，也是我们讲 tech 嘛。他要验证一件事情，跟你讲，我们美国这种人人将士哦，非常非常多，就连女性呢一样不让虚美。而且刚刚讲他在过程里面，哎、欸，不断抛出热焰弹。对，为什么？因为他等于说他是进行我们讲的一种展示。包括你如果常常看汉光演习哦，军机在那飞的时候，他都会透过这种释放热焰弹，先做完特技之后呢，放这种热焰弹在天空中的方式，来展现出他对于他整个飞机的这种操控性能跟能耐嘛。但各位你讲说，哎，宇轩，可是你刚才讲那个都是花拳绣腿啊，那没有实际战争能力嘛？我跟你讲，真的有，为什么？因为在乌俄战争哦 ，F-35就发挥奇效。什么叫狙击一千里之外？就是你不用到战场，但是你的敌人会因你而损伤，因你而死亡。为什么？因为当然 F-35现在普遍大家认为说应该已经进入到乌俄战场，但它不是通过所谓直接打击这些轰炸，而是用它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叫做广泛的雷达场域。换言之，我 F-35，比如说我在芬兰或者是我在北约的国家，但我可以侦测到的范围是高达350公里甚至500公里，那叫什么？我的乌俄战争都在我的所谓的扫描范围之内，在我眼皮底下。对，为什么它叫踹门？等于说我 F-35侦测，比如说我侦测到，好，苏凯34来了，苏凯35来了 ，A-50预警机来，这时候我跟谁讲？我跟地面部队讲，地面部队的海马四号也好，或者是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也好，他们就可以开始针对这些空机、敌机来进行攻击。所以宝哥，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整个俄罗斯哦，两个礼拜，你知道摔了几架飞机吗？摔了15架、欸。我坦白讲，你俄罗斯他这些飞机，乌克兰哪来能耐去精准的侦测，而且用适当武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最主要是什么？所以 F-35的隐形战机居然在乌克兰战场有公开跟秘密的资源，不但是公开秘密的资源，它还可以共享目标。不但共享目标，它可以引导导弹进行攻击。对，所以它就是天眼。换言之，它是乌克兰的眼睛。而你知道最惨什么吗？因为其实俄罗斯这种 A-50 哦，跟这个1-22他们是电战机。换言之，电战机就是专门来防范这种状况的，结果没想到连电战机都找不到 F-35，还反过头来变成落汤鸡被打下来，你就知道 F-35多厉害。好，是哦。另外就是，现在中国跟其他国家的恶意敌意也越来越深了。这两天也特别谈到，这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可以说这个对日本、对中国对至关重要。是新日铁居然跟宝钢分手了，哎，我想分手就分手了。原来新日铁，也就是日本制铁，在这个中国投资了很多，是上千亿的这个日币。对，结果他就不要了。对，不但不要了，
他的连产能都不要了。没错，这几天最重要的消息就是新日铁跟宝钢分手。那为什么要分手？因为事实上，新日铁在过去一段时间是手把手把宝钢拉拔起来，就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他们两个成立一个叫做新日铁宝钢汽车板公司，就是要做汽车板。就原本很大。宝姐原本的这个宝钢，它的这个技术就是不如新日铁，所以新日铁注技术进来这个所谓的新日铁这个所谓的汽车板公司，就没想到宝姐这个宝钢不断的把它的技术偷走，不断把它技术偷走，现在呢宝钢已经产能技术能力都越过这个新日铁了，所以新日铁那索性这样，那明明都是已经被你吃香喝辣之后，那我这样。我就只好退出中国市场，分手。所以就他就宁愿他把手上的股份，因为呢两个是50-58的股份哦，我把股份完全卖给你。但是这个部分呢，占整个宝这个新日铁在中国70%的产能，他全部不要了，他就是给你宝钢了。所以你说关键在于新日铁跟宝钢分手，对，是把我的70%产能丢掉。对，好，那事实上现在呢，新日铁跟宝钢两个就完全撕破脸了，46年的合作呢，可能就要告一段落。甚至你看新日铁的这个新老板，就是他就。桥本英二他说不能够放过宝钢，他这个私底下他都自对人家说，我绝对不会放过宝钢，有这么恨？所以现在等于是新日铁跟宝钢呢，46年前本来是改革开放结合之后，现在要互相对决。好，那为什么这到底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宝杰，一切从1972年说起。当时的周恩来就先把宝钢的这个新日铁的老板请到这个中国去，他要说，哎、欸，我们中国需要技术，请新日铁呢，你就给我们技术。所以新日铁当时呢，曾经有帮中国呢打造了一个武汉钢铁厂，那时候在武汉。可是呢，他们就打造完之后就离开了，但是中国去管，中国自己管得乱七八糟。所以呢，后来有人去看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武汉钢铁厂管理很烂，然后很多工人还在里面抽烟啊，大家乱七八糟一通，所以根本营运不下去。欸、可是从张之洞开始，武汉钢铁厂一直是。中国歌哎，工业之母、欸、对，但是还是很烂，就还是很烂，很烂，烂到什么程度？烂到后来，1978年10月，邓小平上台了，他访问日本，他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就有到当时的这个新日铁的这个君泽制铁所去参观。你看，这是邓小平、哦，然后跟当时他去参观，然后参观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钢铁厂，他就说吓一跳。他说：“我们中国钢铁厂啊，就是大家都穿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戴这个帽子啊，然后你们一举一动都很整齐。”他说：“你们真的太厉害。”他当时跟新日铁老板说什么？这样子，我们呢决定拜你为师，你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就按照你给我们的步骤，我们一步一步做。那甚至说，我们呢，你要我们设什么厂，要多少资源，我们都给你。那就是我们打造出跟你们这个一模一样的高炉啦，然后产线一模一样，然后拜日本为师，对，管理方式全部都教我们。就在他后来回来之后呢，这个新日铁老板就说：“好，你这样邀请我，我当然愿意去。”他就在上海打造了这个宝山的钢铁厂。这个钢铁厂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跟新日铁一模一样的哦。宝钢是这么来的，对，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中国才有它的钢铁工业，对，才正式迈入，应该是说迈入现代化。以前根本就没有现代化，以前乱七八糟。好，就那时候新日铁呢，他们是真的用心搞博哦，因为邓小平这么样的这么样的看重，他们就这样。那新日铁为了这个宝山钢铁厂，前前后用了10,000人。他有10,000多个人去那边教你们啊，这样前前后弄了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这个状况。那你知道新日铁当时怎么盘算吗？他想说 OK 了，我们跟他合作的话，我们只要维持日本一定程度的技术领先，然后我们日本的这个总产量比你更大，那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想到2000年之后，宝钢的这个整个量呢已经超越日本，所以当时候日本就发现到不对，对，就没想到不对之后，他们做错第二件事是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造车这个技术，他们不会做这个汽车板，所以呢，宝钢又跟新日铁就说，那我们来合力做一个汽车钢铁。汽车钢铁，就汽车钢铁做下去之后，你看他又把你的技术又偷过来之后呢，我会做的时候又把你踢开，所以等于说，为什么宝钢为什么新日铁会说宝钢我恨之入骨？因为、欸、我把你拉拔长大，对，然后拉拔长大，把你变成世界级的公司，结果你又那个从这个所谓汽车板，你又把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 know how 都弄走了，就现在你又把我踢开，那你我现在在中国已经发展不下去，所以现在这个新日铁他要怎么做呢？他就要去并购美国钢铁，所以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并购美国？就是我希望有日本跟美国的技术能力，他说现在我要跟中国互相竞争。所以那事实上，从新日铁跟宝钢呢，从过去你侬我侬，一个是师生关系，到现在是仇恨关系。你知道说这个也见证了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刚刚讲的这个世事难料，现在
凯米台风虽然已经慢慢远离台湾，可是刚刚南台湾现在在淹大水哦。南台湾现在淹大水，更重要的是，现在山区真的不能去。导播，我们看画面，今天就有人拍到这个南横居然就山崩，不但南横山崩，连台铁很多的路基都已经被这个所谓的掏空，劳工也算了，现在阿里山居然有一台车，有一辆车，大家要回家吃饭。就被砸得稀巴烂了。是，大家会认为说现在台风已经远离台湾，但是有一些包括山区这个部分呢，有一些灾害还是进行当中，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常去哦。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刚刚竟然是产生一个山崩，哎，那这边看的那个画面真是让人家觉得触目惊心。但还好，因为它崩落的地方刚好是没有人，而且那边是看起来应该是海的地方，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在阿里山这个部分，就有一个核心的火车的维修员，他因为就是去上山，然后维修完之后，他下山，他开了车，没有想到就被滑落的巨石给砸个正着。这是阿里山。对，阿里山。然后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他被砸正着，他整个就是当下应该是就发生这个状况，然后是他的家人想说，哎，他不是应该要下山的吗？跟他完全联络不到，才赶快打电话给他们相关的人。后来他们才开车去找他，才发现说他已经在车子里面就被这个石头砸到的，完全，而且他砸到的地方刚好就是驾驶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在里面已经两多小时哦。那这个他所砸到的是在台八线的69.6K 处哦。那因为就是看起来就是这个驾驶应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你看这个也是非常惊险一瞬间的画面哦。这车子上有就有八个人，他们本来是在崇德这边，你看真的是很可怕。他们也是去那边要修，赶快要抢通，就后来发现不对劲，什么不对劲的，觉得有轰轰的声音，还好他们动作很快，赶快就上车，赶快把车把苦啊，然后才会逃过。不然真的就是那短短的几秒钟，因为他们就上车，然后赶快把车把苦，然后往后挪。你看就这样，1、2、3、4四五秒的时间，这个整个就这样呈现一个崩落的状况。如果他们连监视录影器的镜头都坏掉了，是，所以他们就讲到说，还好就是那个他们说反应很快，不然这八条人命可能也就因此命在旦夕。所以刚刚讲，而且凯米台风虽然远洋了，南台湾今天刚刚讲台南又淹水了，彰化也淹水了，南投也淹水了，云林也在淹水，是因为这一次真的是之前在48小时，你现在看到几乎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我们以前讲紫报会说大雨已经紫报已经很厉害，这次没有，是紫到发黑耶。所以你看南台湾的山区，刚刚讲从嘉义、台南、高雄。这山区全部都是这样子，是，你知道吗？在光是高雄这两天，竟然灌进了1674毫米的一个超惊人雨量巨灌，所以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 Skoda 发生什么事？被水冲走了，就大家就是眼睁睁的看它的这个水，就这样把这个白色的 Skoda 就给冲走，而且据说你的水量之大，它竟然冲了200公尺，然后呢，但你应该有没有人在上面，应该是没有人哦，所以就还好没有造成人员的那个伤亡啊。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高雄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地方，古山区、三民区有90栋，你看有90栋的房子都是这样，整个地下室全部都泡在水里面，所以有多少的车子可能因此而受损哦。事实上这还蛮难以估计，水怎么抽就是没有办法抽干哦。所以这一次重灾区真的就是在高雄。那你现在搭的干嘛？路上都是鱼。对，因为水退了之后，发现很多鱼都出来。你不要以为这些捞鱼的人好像是贪吃，因为他们说现在鱼还活着，你不把它捞来，等到白天太阳出来之后，马上臭，马上臭。所以这些人就是赶快去捞鱼哦。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你现在看到这画面是什么？就是他的车牌，因为车牌就是整个车都泡在水里面，所以沿路都是掉下来的车牌。那你会说，那怎么会车牌这么容易掉？他们说，因为那个泡水，然后在水里面的阻力哦，所以导致他的那一个螺丝哦特别容易因此而受损，所以车牌就这样子要漂浮起来。那除了车牌在寻找车主外，你知道这其实这个画面也非常惊悚啊，在彰化的长春地下道哦，哇，你知道那个人一开，然后他先说，等一下，我车是浮起来吗？浮起来了。旁边人说，对，我们真的浮起来了，是赶快把苦，你知道吗？不然真的他们会觉得，哇，我这样开进去不可能，搞不好居然没有任何警示。对，没有任何警示，他们开进去，还有他们讲就说，不对哦，这样浮起来觉得很可怕，我们应该要赶快后退。所以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就是彰化这个部分应该要禁止让这个车子再进去，不然的话，这个有的人就开进去，真的卡到一半，不会游泳，你跟金波波特波罗，那个真的是还蛮危险的。那除了彰化有这样惊悚画面之外，这个台南哦，台南也是一样哦，尤其是画面。
后壁啊，这个嘉东啊、新家这个白沙啊，他们说这个很可怕，是都淹到一层楼了。这二楼还好还有二楼，所以他们后来就去撤离了，总共有12人被救出来哦。另外在白沙屯这个地方也有26个人哦，因为就是水泡加泡水里面被安置哦。所以这一次真的是整个南台湾哦，就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这被水扁啊，真的在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1000多毫米的一个惊人的雨量。那云林这个也是一样，你看汪洋一整片，你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你知道吗？他这个是叫大碑哦，他说我们这个大碑丰田村哦，这样看过去一片汪洋啊，真的是全部几乎整个村子全部都是泡在水里面了。好，那现在这个凯米已经到了中国，那中国有影响吗？是，他们现在发现凯米台风也造成福建大概是有62万人受灾哦，然后农作物有85公顷哦，直接经济的损失高达大概有1-2000万人民币哦，那风势真的非常大哦。那因为就是这一次他们就发现，就是说，哎，这整个凯米台风的路径哦，就是看起来跟去年的啊很像，所以他们特别啊，你看这个记者播报还要扎马步，其实就是拿命在演出，就是在拿命在采访，这也真是蛮惊险的。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包括雷闪电也不断了，他们都说光是这一个深圳地方竟然记录到2722次的闪电。不是，你说这个带来的西南气流不但是影响到我们的南部，刚刚讲这块地区就是刚刚讲的深圳，哎，风雨这么大。是，这张云图刚刚截的时间比较早一点，那我刚刚看现在即时的录影的时间了，现在整个这个紫色这个咖啡色的，就整个在这边很大一块，全部都是那个这个非常强的，就昨天我们讲的厚实的云带，在广东整个照，把整个广东都照上去了。然后台湾这边的话，它还有非常零星的上来，是，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今天这个中南部还是要防大雨。你说从台中彰化南投都会有，对，一直到台南这边还有一个雨带。如果说我们看这一张啊，你看到这个是刚刚这个下午气象局发的这个雷雨警报，在这边这整个地方都是还是重点。对，高雄、屏东可能稍微缓和一点，可是台南以北一直到南投、台中、彰化，全部都还是在这个雷雨区里面。然后这个是比较放大看的，看到更清楚。这整个是台南，对，它这样不断的移进来啊，还是有这个雨。难怪后壁现在淹水淹得一塌糊涂。对，的确。然后而且下午还有热力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影响会更明显。那至于说明天的话，那这个雨区会慢慢的出去，那没有错。可是明天气象署现在又发布了一个特别的状况，我看到，因为这边还有一些云带，它这个这次这个台风，它的这个外围环流，台风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大陆这边了，它的外围非常的宽广，所以说明天这边南这个东边的东西，它还会推进来，因为太平洋刚会慢慢推着它进去。那东部要下雨了。对，东部包括台东还会有一阵大雨，明天的这段时间，花莲、台东，这次花莲、台东本来不是那么明显，对，花莲、台东等于说从宜兰。花莲丢球到南部去，现在从那边又丢回来，花东又有了，对，又开始有雨了。所以这个台风啊，真的是时间真的是让我们捉摸不定。那对我们的防灾哦，要持续的去守势的状况。好，那这是你帮我们截下来这个图，这个图我要怎么来看待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它后续几天的变化啊，也就是说，当它凯米台风，对，凯米台风进到大陆里面，我昨天有讲说，它进到大陆里面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跟北边的封面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温带的这个气旋、温带低压，可是它就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华中、华北，甚至于到那个这今天我们看到到东北那边，然后甚至影响到北韩，那是今天最新的欧洲模式。它会到北韩去？对，如果你看到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它的预测，对，欧洲模式预测，它这样走进去哦，它转上去之后就这样子转一圈，到北韩去，然后再到日本那边去。它的这张图就很清楚，对，这个就刚好绕到北韩。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是礼拜天。这个是礼拜一，这是礼拜二，对，所以它这个系统慢慢上去，这就是它这个台风变成一个温带气旋，接到这个封面系统，到就凯米，对，凯米台风，然后变成一个温，它变成一个热带低压之后变成温带低压，然后持续的往北走，哎，这边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下大雨的地方，这个是这个河北省那边，然后在之后它继续的往北走，你看了。他自己往北走，河北到这边就辽宁了，对对对，然后到了东北这边，然后甚至于到了北韩这边，整个都是受到它的影响，所以等于说它好像是阴魂不散，整个从南边扫到北边，从现在广东，然后持续的这个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一路扫上去，这个都是它未来可怕的地方。而且你从这张图看起来是，哎，它现在东西串联刚好就点福和带就在台湾。对，这个没有错。这个因为我昨天前几天有讲，
这个是台风的那个间热带副热带 ITCZ 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季风潮就在这边刚好是副热带，那从到了台风再进去之后，我们现在还要担心后面的状况，就是当它进去之后往北走的时候，台湾这边还要小心，这边又有一个涡旋在发展，又有一个台风了，又有一个涡旋在发展。只是说它现在的过程，因为台风是这样子，前面一个台风走过的路径哦，它后面的台风有的时候如果马上再产生一个另外台风，它会跟着来，只是说它的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会稍微弱一点。后面还要看这边附近的这个风切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好像预测风切会稍微大一点，所以对它的发展不是很定，可是它还是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热带气旋，继续的接近，接近就跟着凯米台风走，接着这个我们就是它跟着它原来的路径上来，那会接近到我们，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会接近到我们的东部海域，这个时候它可能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不见得是一个台风，那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它的变化。